不管是坐咧、趴咧，还是徛咧，每一只猫啊，拢有无同款的吸水含动作。丰富的多样，和砖啊墙变加多彩多姿。彩绘灵感来自这本绘本。我做理事长的时阵哦，拄好开始这只猫拢会对我出去社区吼。啊，看我若咧看对在有脏乱的时阵，拢会去啊。阮怎啊去清咱这个水保局的经费吼，娱乐空间的清费啊，加咱这个大专生活友，加咱社会劳动。好，甲阮社区的工班做回来做这个屋顶上的猫吼，啊来甲这个故事来甲回到咱社区。绘本的主角李署长所饲的猫啊，虽然因为车祸无去了，但是绘本的精神透过大学生和社会劳动人，有了扩大展现的机会。现在以猫的方式为主，做一系列的环境的改善或是硬体的部分，像这边的妈祖庙跟宗教非常多，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些特色可以让。社区可以变得更完整。过程很辛苦，但是看到他们一些社区居民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就让这个社区变得更美丽，我们自己也很有成就感。那如果你真正来到社区，才能将课本上的东西运用出来。从垃圾所在变成小公园，成为顶客社区的特色。现在更加上彩绘，社区将会变了更加无同款。咱顶客哩，吼、哦，家哩那道道一直正来一直走，这个几个店哦，做起来愈做会愈水安尼吼。你若讲外地人看了讲故事绘本，啊，会知影讲来咱顶客看，啊，直接都有猫的故事好看安尼。各处的猫啊，和这条真来路变了更加活泼。都要被画好，都有人想要来翕相。色彩缤纷的彩绘，为顶客社区增添不少的宁静味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